们经常可以在 PDD 某宝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蛋仔账号信息，例如多少多少钱就能获得闪电阿存、全皮肤之类的，数不胜数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类型呢 99% 它都是假的，但总是耐不住有人抱着贪小便宜的心理去相信，况且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你也不能说它全是假的。于是我决定花点成本亲自去测试一下。我先是在 PDD 上搜索蛋仔派对，就出现了很多的信息，基本上价位都在100左右。这里写着店铺好评30000条，可以啊，居然有这么多条评论。结果我点进去后才发现评论只有20个，而且清一色全是好评。点开账号款式可以看到，有闪电阿存加任选坐骑、全皮肤主播账号、20万潮流加大佬号、云梦兜兜龙加任选坐骑号，应有尽有。他们的价位都是96，没有变化，且所有的款式后面都写着下单前请咨询客服选号。是该会会这个客服了。一个闪电阿存是真的96吗？我点进去一看，是账号信息，有5个彩色皮肤和一大堆紫色皮肤，甚至还给我。怎么是4128？不是说好96吗？100左右的价格是付款链接，不是账号总价哦。OK， 不按了。我说为什么挂那么便宜呢？合着挂羊头卖狗肉，先把人框进来，实际上正常号还要好几千。于是我就问，96是一个也没有吗？96只有随机号暖气。随机号是就是盲盒号。也就是说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是随机的是吗？是的，没错。那你给我塞一个闪电阿存呗。阿存要 W 请。W 姐，那刚刚4000多还不是阿存？是的，是分泰牌的 O 七。我了个雷呀！咱就是说我长得很像被骗的样子吗？看到现在，我想大家也明白了是什么意思。先是用标题中低价闪电阿存的价格让你进来，结果实际上不是那个价格，价格要高出那个价格的10倍甚至100倍。那说实话，你挂96干什么？除了挂羊头卖狗肉，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目的。于是我又去某宝上搜索了蛋仔派对，发现这里有个蛋仔成品号低仓处理，而且只需要50。进去后依然找到客服问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吗？结果他发给我了一串链接。原本我天真的以为，哎，这次50说不定是真的的时候，我点进去一看，综上所述，这两种路线测试都失败了，基本上都是先用低价把人先吸引进去再说。哎，当然我们不排除真实价格说不定确实很公道，但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是让我比较不舒服的。最后也要说一句，如果大家想要进行账号交易的情况下，咱们尽量前往官方的通道，以防被骗。除了在他们这里测试皮肤和账号之外，我还发现了一个捡便宜的东西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下期视频我就小花一点成本啊，回头告诉大家。